本节目由有花香有果粒小姐姐们都超爱的蒙牛榛果粒花果轻乳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绵密泡泡白闪耀刷出来的黑人蜜泡小苏打牙膏首席特约。我觉得很远，就像没有凳子跳起来换灯泡的距离，很怕看起来是有希望摸到的样子，但就是没摸到。我觉得我离目标的距离就像是山脚到山顶的距离，在我决定上山的那一刻，我就再也没有抬头看过山顶一眼。你要问我有多远有多久，我也不知道。我离目标的距离就像丝跨的时候，看着离地板没有很远，但是也不是马上就能碰到，中间可能会经历更大的痛，但是我不怕痛，我怕的是没有这种机会。虽然我跑得没有别人快，但是我最不缺的就是绝不放弃的坚定。没有什么可怕的，就是往前冲，使劲冲。我的目标就是赖在这个舞台上。目标像天空的云彩不断在流动，奔跑者一直向前，眼里心里都是他。屏幕前的你将作为青春制作人，陪伴109位训练生实现青春梦想。现在向青春制作人介绍《青春有你》第二季的助力方法。登录爱奇艺观看《青春有你》第二季，为你支持的训练生加油助力吧！最后出道的9人组合由你来决定。登录爱奇艺账号，普通用户每天拥有一次助力机会，每次可为9位训练生助力，不可重复选择同一训练生。爱奇艺 VIP 用户，每天额外拥有一次助力机会，每次可为9位训练生助力，不可重复选择同一训练生。打开爱奇艺泡泡 APP， 进入助力通道，每天额外拥有一次助力机会，每次可为9位训练生助力，不可重复选择同一训练生。打开官方唯一助力小程序榛果粒青春福利社，获取更多为训练生们加油助力的机会吧。本轮助力时间为2020年3月12日晚8点至2020年4月4日24点。准备好给你支持的训练生助力了吗？从现在开始，助力，开启，5、4、3、2、1。现在，请赶快给你的训练生助力吧！青春有你第二季，青春追梦，多远都可以到达。本节目由有花香有果粒小姐姐们都超爱的蒙牛榛果粒花果轻乳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绵密泡泡白闪耀刷出来的黑人蜜泡小苏打牙膏首席特约，稀里哗啦啦吸收大魔法。本节目由苏菲新口袋魔法行业赞助播出，安白瓶白到发光。本节目由护肤专家 Kills 科研室品牌赞助播出，秀发轻盈水润，自信美感不同。本节目由多芬植萃洗发水指定赞助播出。上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青春逐梦不孤单，音乐时刻常相伴。上微博进入青春有你话题页为训练生助力，祝他赢得100秒节目彩蛋。
所以我是第一个吧，请多关照，请多关照。满满的回忆。哎，今年的座位不太一样哎。想哭，走的我想哭。干嘛？呼叫导演。坤制作人，今天我们还有个任务，就是和 Ella 老师瞒一下其他的两位导师，要见到所训练生的这个事儿，给他们一个惊喜，可以吗？好，交给我了。OK， 交给我了。靠你了，靠你了。好。怎么勇气碎了还一样挣不得？真的相信地会皱，天会长。感情里面的人来人往，但真心不是有来有往。会不会有什么很神秘的惊喜等着我们？哇哇，好浪漫的门啊！天哪，这个门已经有点半开了。哇，全白哎！ Ella 老师， Ella 老师。老师好，我是今天的第一位选手，我叫蔡徐坤。你少来，你是制作人。对。嗨，长好高了。长高了。哎，今天我们要骗其他两位导师。我们要怎么骗他们？什么声音？走到哪边？哇！老师好，外面下大雨吗？为什么戴着帽子？很大，外面太阳很大。哎、哇！请随便选一个位置坐吧。好。嗯 ？But why are there so many chairs here？ 因为我们开年会。年会哦，是这样的吗？对，因为就是我们这个爱奇艺的这个总部，大概有100多位老板要给我们开会。嗯，好像我们一会儿要吃饭，一直吃饭。Okay, cool. I'm kind of hungry. Really? 好，那我就等着这一餐了嘛。好啊，那我们坐吧。我可以进来吗 ？What?什么？有人问话了。谁？导演。训练生资料。还是跟他们说实话吧。好了。今天我们要见到所有的训练生。Actually, I already know. What? 啊，你知道了。I already know. 节目只会弄我们两个啊。
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ขาเตรียมมาให้หนูพูดอย่างนั้นไงคะก็เลย acting ต่อไปแค่นั้นเองเลย大概有一百多位老板要给我们开会好像我们一会儿要吃饭 I'm kind of hungry really 很好很好演得非常好所以你们都知道今天要见所有的训练生 Yes 不对啊我们是今天是真的会见到他们吗还是我们今天只是看这个今天应该不会要见面吧因为跟节目组在沟通着的时候并没有告诉我这个事情今天好像是只有看这个你是在演戏吗不是我觉得虽然摆了这个桌子但不一定他们真的会来演戏演戏你在演你这嘴角哎我要是可以演戏你嘴角的上扬你藏不住了演戏演戏我是被上当两次对对对真的开玩笑不会的不会的来艾拉姐被骗一次就可以我不知道没人跟我说因为我们认识很久了哦他真的不知道对然后你们当时就完全不相信他不觉得这样一来你们的距离就拉近了吗你们真的很幼稚没有很新鲜吗好新鲜呐、捉弄我们那我们继续咯 So they're coming now? Yeah, yeah, yeah 你手上的这个就是他们所有人的资料以往都是在初评级的舞台上第一次见到他们这一次我们提前的见到他们先了解他们的性格了解他们的背景方便能够让我们用更适合的方式去跟他们交流我还蛮喜欢这样子的一个迎接他们的方式因为大家都可以非常放松然后毫无距离感的去认识彼此这样来了来了、欸、来所以等一下第一家进来的会是 AKB48 Do you know how many girls in AKB48?Of course 48, no? Of course 48? 我一开始也以为是48个人做了功课才知道他们有600个人、全世界对哎、欸，我们等一下一会都不要做任何的表情也不讲话直到他讲话扑克脸扑克脸你很难你长那么 cute It's so hard to not smile. 加油 Lisa, 你可以的。What should I do to look cool? Like this? 好烂的鼻孔。我们不能给公司丢脸。加油。耶。加油。是这里吗？我们走这我们走都烦了开始了他进来了嗯怎么就见导师了老师好老师好我们是 AKB48 Team Message 真的很恐怖四个导师就坐在我们面前但是脑海中的画面就是那个表情包就这样子我是 AKB48 Team SH 的一期生栗子沈莹我是 AKB48 Team SH 的二期生胡心颖我不行了黑大姐太残忍了我知道他们很紧张放松一点放松一点我们开玩笑的欢迎你们欢迎欢迎欢迎第一组
好，来沈莹先说说你自己有什么特长。我的特长是戴眼镜跳舞不会掉下来。这算特长吗？算呢、啊、因为我可以戴蟹帽永远不会掉。你好可爱哦。好，那你们两个就选个位置坐吧。好嘞，我们坐哪呢？我可以看一下他们坐大概坐哪个位置。看看他没有数字。没有数字。坐哪呢？我们坐这吧。行。哎，你们两个不想坐我们旁边啊？想坐啊，不要怕啊，看你要坐谁旁边。想起当年被班主任支配的恐惧。好好选啊。不好吧姐，不要逼人家。没事，你们自己舒服就好，没关系，按自己的喜好来做就好。又想挨着老师，又不敢。那我们还是先保持距离吧，老师。好吧，还是坐得很远，不敢坐过来。其实算蛮中间的一个位置。OK 了。他们就是很像小朋友，就是比较害羞跟内敛一点。哇！好想坐他旁边，可是我不敢。个人训练生，个人训练生。哇，这个时候我希望我会英文啊。No company, no manager. Yes. 个人训练生，你是不是特别有感？有感，因为我当时也是个人训练。自己打拼特别孤单吧？对，所以我们不能再高冷了。我觉得我们应该 要亲切一点，对他们好一点。你怎么那么善良啊？哎呦，可爱。我还蛮期待的。她进来了。中国女孩。老师们好。Hello。我是个人训练生陈珏。为什么你穿了一件中国女孩？我喜欢。多说一点，多聊一点，让大家多了解一下你。我看了一下你的那个经历，我看你特别喜欢蕾哈娜，为什么？就好啊。多说一点。就因为她好。OK。你跟我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你知道这个事吗？等一下，头发挡住了，有点听不清。他说：“你跟他同年同月同日生。”他要是不认识我，我就尴尬了，也是有可能。你知道这件事情吗？我知道。哦，是，好巧哦，好巧，好巧。那万一如果节目上有三个跟你一样呢？那我可以跟他们做一个组团。对对对。老师，他真的话比较少。是，不要为难他了，选座吧。你要坐哪边？你要不要坐我旁边？哇！哦，这么胆大的吗？认真看本人那么近，是不是觉得惊艳到了？神奇！好安静。
确定我们可能会看到坤 BD， 还有李子。我是不是马上就要见到 Lisa 了？我好期待啊！ Lisa 老师的舞台在我心中数一数二，我是想像 Lisa 老师那样站在那个舞台上放光放热。我等会要比较高端的那样子走进去，然后坐在他旁边。TPG 文创公司 ，TPG 是第一次来我们节目。大家好，我们是来自 TPG 的个子一般高，请大家多多指教。怎么有点像电梯小姐啊？敬礼的程度90度。How tall are you guys?平均160，所以就是161就进不了这家公司。好啦，那找位坐吧。想听第三家，你想什么？好啦，就从这里开始往那边坐了。好平静啊！那我们应该是很喜欢 Lisa。 对，好像我们有个镜子，我都不敢打招呼。你去 Come sit here sit here 去吧，走我从以前就很喜欢 Lisa 老师，之前还会看她的视频，然后学她跳舞。 Lisa 老师的舞蹈超级强，想到之后还会给他教，就很兴奋。华策集团，华策是拍电影、电视剧，而且是很红的那一种哦。啊！所以他们会演戏，有可能。哇，这个练习不到一个月。哎，他要回家了吗？是演了一部情景剧吗？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华策影视的训练生于舒希。你很紧张吗？非常紧张，我以为我走错了，太吓人了。可爱。OK， 我看你资料，你练习时长不到一个月，对不对？对。然后你就来参加这个节目。你其实算勇敢的，你给自己一点信心好不好？我平时挺勇敢的。你怎么那么好笑啊你？好，找个位坐下来吧。好的。江宁健老师你好。江宁健老师，我觉得他有点想坐你的位置。你要坐我的位置吗？行吗？你真的要坐 Johnny J 老师的位置？哎，我们录制还有很长的时间哦，你不要得罪到 Johnny J 老师哦。那我坐这儿吧。Johnny J 老师，嗨 ，Hello。You wrote, you like me, right? Yes. I have a lot of things to talk to you. Oh, wow. Cup Kun Ka, my me dang ka. You made Cup Kun. 我快要被 Johnny J 老师笑死了。你刚刚瞬间隐形了，你知道吗？江宁杰老师，刚才我隔着你跟丽萨老师说话的时候，好像不太礼貌。对不起。哦，没事。没考虑你的感受。没事。对不起，以后不会这样子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好道歉的，因为他就是
小朋友嘛，就是你也不会真的觉得哎他很奇怪，他是蛮奇怪的，但是我觉得是在我的接受范围内。SNH48 他们也是四十八，但是不同的。在打气了，这种一般都是时间比较长的团体会做的事情。哎、哇，咋是这样呢？老师好，学长好，欢迎欢迎欢迎。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斯巴传媒的训练生 SH48。欢迎欢迎。你们总决选的名次都挺好的，可是你们以前的风风光光在这边都不成立，从零开始。对。那你们可以选位置坐了，先是我的时候随便找个地儿坐得了，坐这吧，坐这吧，坐这吧。好，我们坐这了。好了，你们现在可以有群聊了，加入群聊。好可爱，我心脏砰砰跳。是大陆的吗？是台湾的。啊，这个声音听起来好可爱，对吧？对，我们这儿有点太吵了。太阳川河，哇！哎呦，大家都很知道 Angelababy 周冬雨，天哪，哇！传说中的大公司来了，嘉行星月，蜜姐的公司哎，还有迪丽热巴，哇！哦，台志平老师的公司 F 四，恶魔在身边，转角遇到爱，都是我的童年，四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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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他们这一组出道时间最少的是六年。许佳琪全场舞台经验最丰富的人。李小乔，女企业家，我买过她家的衣服。秦牛正威吗？我觉得中间那女生好幸福。哇！就这样默默的看就好了，你挑三人面前看啊。我有个问题想问陆柯燃。哇，好紧张。你这里的特长写打篮球，你确定你的特长是打篮球，不只是你的爱好而已？因为曾经我也以为打篮球是我的特长，后来我才知道这只是我的爱好而已。你怎么那么可爱啊？就是现在有点不太确定我会打篮球了。本来他很确定，然后看到我就突然间觉得、有点危险这样子。段小薇，哦，那个段小薇，彩姐其实蛮会发掘新人的。你们两个是怎么入行的？我是微博上的照片。哦，这组照片有点帅。嗯，以后就只许发照片，其他都不许干。我是唱了那个《流星花园》的片尾曲。哇哦！如果敌人太强大，那就加入他们。那我就先走一步了。我特别期待明天再看他们表演。对啊，来了，果然娱乐匠心，觉醒东方都是我们这边老朋友。哇，大家好，我们是月华娱乐训练生 Daylight。哇，那个金子涵，你得过华裔小姐的季军跟才艺奖，你的才艺表演了什么？中国舞。哦，中国舞蹈。和川剧变脸，六六六，川剧变脸，哇，好特别哦！月华真的不是白金的，真的是。他的眼睛有我两个大。来自果然娱乐的训练生。大家好，我是张洛菲。没关系没关系，再来一次，他没有跟上，别紧张，没有坏人，别紧张。你制作人好好哦。哎，你们师哥有没有嘱咐你们什么？反正他嘱咐什么都不要听，听他的一定不对。你很坏耶。太坏了。Little cigarettes.
ึกเสียดายนิดหน่อยที่ตัวเองพูดภาษาจีนไม่ได้ค่ะมันอาจจะเป็นเพราะการสื่อสารเรามันก็เลยยังรู้สึกว่าเอ๊ะจะทำยังไงดีเราจะถามเขาอะไรดีหน้า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大家好，我们是天加一的训练生。我听说你们老板是古天乐，你有见过他本人吗？现在还没有，没有，因为老板太黑，他总在这个角落，你知道吗？看不到他。导演，等一下，等一下。导演，等一下，等一下。我也是担心 Lisa 老师会因为语言的问题会有一些顾虑吧，担心她会不知道怎么样去跟他们交流。I think the problem is we talk too fast. No. It's okay. We can wait for you. So Lisa, every time you want to talk, just let me know. Don't worry. Thank you so much. คือโชคดีมากเลยที่ mentor คนอื่นเขารู้ปัญหาของหนูค่ะแล้วเหมือนเขาพยายามช่วยจะอธิบายให้เราเข้าใจอะไรเงี้ยค่ะก็ต้องขอบคุณเมนเทอร์ทุกคนเลยที่พยายามจะ help me out Don't worry Okay 没事的 OK OK 加油加油那我们就继续咯好麦尼肯蔡卓宜啊我们好国际化哦哇嗨，我要坐过来这样看。哇 ！Oh my god！ 太甜了吧！救命！我的眼睛根本没有办法离开。哇，美丽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麦尼肯娱乐的蔡卓宜，我来自马来西亚。她一笑起来真的太好看了。欢迎，欢迎。蔡卓宜，你有听到谁在跟你讲话吗？我听到。那你猜猜看，我在哪里呢？好幼稚，找得到吗？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等一下。好坏。这游戏有点好玩呢。那我看了你一些特长，你好像很喜欢一些极限的运动，对不对？超喜欢。做哪些极限运动？攀岩、高空瑜伽、泰拳。Can you do that? No。哇，真的很看不出来啊。女孩真的是好像宝藏一样。梦想青春音乐。好好榜样，晨星娱乐，陈曼欣，美国 Top 5的艺术学校高材生徐子英，她是北京电影学院保研生，以及傅如乔，她是多伦多大学世界顶尖学府。哇，学霸，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啊，就特别优秀这样。是。Lisa, do you know 别人家的孩子 ？Sorry, what is that?Neighbor's children always better than yours. Yeah. Oh. Yeah. 哎呦，你翻译的真好。翻得好，翻得好，翻得好。好，欢迎你们，请入座。谢谢大家。那你会跟他们聊天吗？你话那么少。不了。我身边这一位一直会有一种很突兀的感觉。我觉得他好像我助理，你知道吗？他真的话比较少。是。你坐哪？子倩，这边正好有两个，坐前面吧。我以为这里不会有人坐哎。你耳朵红了。
懂了。来人娱乐，好像一只狒狒。人家是狮子啊。下一组会是谁呢？下一个是谁呢？全国十强是啥？新东方吗？啊，应该是助教吧。我倒是要看看十强是哪十强。大家好，我是果粒总，我带着有花香、有果粒的花果青舞来喽。春暖花露开，我将为最努力、最优秀的你们助力。请吃饭了。我要哭了 ！Oh my god！ 哇，你先晕一会儿，我帮你吃。啊，姐姐别走，你停在这儿吧。谢谢果粒总，谢谢金主爸爸。你看他们兴奋成这样，开心死了。有这个反应是真的被饿到了。因为当时我们真的也是不给吃东西，有这种时候都是最幸福的时候。高鹅，高鹅。好，菜上齐了吗？上齐了哈。今天是很开心的一天，是你们所有人彼此第一次见到对方吧，也是我们导师团第一次见到大家。所以在未来的四个月，我们四位导师会在全程陪伴你们。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其实大家叫我学长就可以了。我是你们的青春至尊代表蔡徐坤。你们好，你们好。Hi, I'm Lisa. So nice to meet you all. And I came here to be a dance teacher. Let's 加油 ，OK。大家好，我是 John Jay， 这一季是担任大家的 rap 导师，加油嘛！加油 ！Hello， 大家好，我是 Ella 陈嘉桦，我担任是你们的 vocal 老师。那同时，如果你们有什么困难或是任何心事，你们也可以跟我分享。分享一点我的小经验给你们，能睡觉的时候啊，就尽量多睡一点，因为你下一次睁眼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我刚刚说是睁眼，睁眼，哇，有点吓人。对不起，对不起，吓死我了！对不起，对不起，这个反射弧有点强，这个补一下，补一下，补一下。能睡觉的时候呢，一定要多睡一点，因为下一次闭眼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在未来的日子里呢，大家会收到非常多份的成绩单，也许你会有迷茫，也许你会觉得自己哪里有觉得不够满意的地方，但这个时候一定要坚持下去。既然来到这里，就不要留下任何的遗憾，好吗？拍手，拍手。OK， 好，那么可爱。OK， 因为今天是迎新会，所以呢，你们要好好的珍惜。好。因为接下来的确就是会比较辛苦。嗯。没关系，胖不是一顿吃出来的，吃吧。好，我喜欢这句话。吃饭了。干杯！真心这段也加油！好后果。好好享受你们的晚餐，晚安喽，拜拜。老师辛苦啦！洗酒了，老师酒了，那我们就继续吧。Cheers！ 哦，干嘛呀？这是要怕什么？哇，黑了！怎么灯变暗了？烛光晚餐吗？老师该不会出来表演吧？老师不是已经走了吗？
看到这九个位置了吗？看到了。是心动吗？其实这一整个座椅是长得像沙漏一样，从上面的大的沙漏那边这样漏下来，只会有留下这九个人。感觉那个位置是我向往的地方，很想要做好这件事情。我四个以后，我能够让大家觉得孔雪儿是配得上这九个位置里面的一个位置的。压力突然来了，战斗的号角要开始了，要打响，真的要表演了。很期待这一天的到来。终于到宿舍了！哇哇，不错不错，真不错。哇哇，天哪，这好像那种大学。哇，有一些开心。哇哦，有意思啊。蜜泡小苏打会有很多泡泡吗？段玉璇，明天一定要加油哦。紧张吗？他紧张啊，那没事没事的，没事，我们灯顶会好的，不用紧张。大不了就是摔出一个，你随便跳跳都很好，都扭两下就赢了。什么呀？我要为你欢呼的。啊！我突然一下不知道该怎么跳，血压过高，太兴奋了。好有神秘感，那个帘子是会掉下来的那种。对，是那种神秘感，就咚咚咚，啪。就真的不知道今年要干嘛，太懵了，今晚。我觉得会搞点小秘密。怎么还温度警告起来了呢？温度警告什么意思啊？怎么了？过热了场子，汗毛都竖起来了。我心脏砰砰跳。
舞台精灵。高温注意，我跟你说，好瘦啊，这是什么神仙身材，像在姐姐的腰上滑滑梯。เหมือนตอนนี้มันเป็นจุดเริ่มต้นของทุกคนที่จะทำความฝันของตัวเองมันก็คงจะมีอุปสรรคต่างๆมากมายที่ทุกคนอาจจะไม่รู้อะไรเงี้ยค่ะก็คืออยากจะให้ทุกคนเชื่อมั่นในตัวเองแล้วก็ทำให้เต็มที่ตั้งใจทำความฝันของทุกคนให้สำเร็จแล้วก็จะเป็นกำลังใจให้ตลอดค่ะขอบคุณค่ะ超级觉得他说的话特别的戳我心里面。暂停，坚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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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王。还有三个演出呢，你说你第一个演出。对呀、啊，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太震撼了，主要是被震撼到了。哦，整个人都精神起来了。我们等一下就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下一个是谁呢？让我们带来一首美妙的歌曲。有时很拼，也有时犯错。我比以前更加懂你，在长大以后，只想给你更多，不想再索求。我想像你对我那样对你，让你过得更加安逸，不被现实的压力左右。我也想过如何才能成为你的骄傲，让你可以提到我就嘴角带着笑。还是学不会你跟我说的，做人不要那么高调，有些毛病我就是改不掉。我也常常想到过去就后悔，让你为了我在深夜里皱眉，没能管住对你叛逆时的臭嘴。以前无知对你说的气话，现在我想全部收回。离开家以后，外面很美。有了新的朋友，新的称谓，感谢不过被泼过冷水，后来才体会到家的珍贵。我知道你一直担心我选择走的路，原则性的问题都不能守得住，你不用担心，我在心里有个数。虽然也在 party 上被人搂着吐，我也知道外面世界有点复杂，像个丛林，但现实从来不对弱者同情。走在不闷雷的游戏中，我必须变得聪明，但一如既往还是抱着憧憬。你那没听过的好是我的愿望，我只希望你跟妈妈开心健康。我已经有了能为你承担的肩膀，全部都交给我，虽然我身在远方。偶尔听到你的催促，那方面的进度怎么还是归宿，看我朋友们的陆续找到归宿，说我玩心大到像是还没恢复，像责任不敢背负，我只是还没碰到我的那个他，让我感觉强烈到想跟他有个家。做个单身汉的感觉其实还不错，起码自己赚的钱能给我自己花。哦耶，很多话跟镜子说，交了更多朋友，但是聊的并不多。还好我有我的团队，让我信得过。我把不好意思跟你聊的放在歌里说，现在做我想做的，过我想过的，每一步都走得清楚，不会轻易闯祸了。为了告诉那些预言家们，他们想错了，曾经蔑视我的预言全都被我打破了。Yeah, 我扬起我的帆，做好一切准备，已经开动我的船。跟我想的不一样，这家伙不好玩。长大之后，越来越能明白你的男人，那就让我把这生存游戏规则搞熟，好在新科技的世界里面做你导游。我想为你做到我能做的好。保留，毕竟你是这世界上我最爱的老头 ，My man。舞台可以跟大家交流一下，就是如果你有在努力付出一件事情，希望你会因为你的努力付出而有所回报，让你的家人可以为你骄傲。
加油。真好，好正啊，这首歌很真挚的感觉，有态度的风格，也很可爱，就是牛，有态度又可爱，真的就是 rapper 的魅力。第一个舞台看得我太激动，第二个舞台看得我哭，我完全是被跟着我们的几位导师走情绪。鸡皮疙瘩吗？谁在心上开了一扇天窗，就让思绪一阵一阵晚凉。谁在耳边说了一句谎话，就让天真的人被捆绑。谁在心上筑了一道城墙，遮住月光也遮蔽了夕阳。好像在讲故事。谁让眼角塌了一座堤防，泪水泛滥成一片汪洋。怎么如今碎瓦还一样撑不大，真的相信地会就天会长，感情里面的人来人往，真心不是有来有往。手机碎了不应该放不下，这一路上有些人该遗忘，幸福不会是红着眼眶，快乐不该是有点挣扎，何必勉强。不管我们几岁了，只要是你喜欢的样子，就是最好的样子。祝福你们。谢谢老师，真的太棒了，我就是我最喜欢的样子。
如果先问我们多大的话，我们以后就这样唱。不，你多大了？都七岁了，唱不到。这首歌灵魂质问：都几岁了？我刚刚还在思考，都几岁了？我还在追梦。27了，还在这里，别抢啊！坤学长来了。到学长了，给自己一个深呼吸，做好准备。坤学长会表演怎么样的曲目？接下来就让你炸场，感觉接下来的舞台会很炸。不好意思，我要花痴了，我要认真的观看选秀之神。这个光闪的我好不现实，天哪！吸收，吸点能量。哦，有点滑，这舞台，等我小心一点。啊，好贴心哦！用刚刚那个舞台，跟你们想分享的是，不要着急回应所有的声音，你的舞台就是你的作品。All the girls say。谢谢。哇，这个镜头表现力真厉害，那个舞台表现真的绝，哇，绝了！觉得他们在舞台上好轻松的感觉，没有想到表演这么好看。我以为今天来的就是直接我们上去了。有请三位导师登场。
看完刚刚的舞台，大家有更嗨吗？有。大家都知道，演员的作品是戏，歌手的作品是歌。那你们知道唱跳歌手的作品是什么吗？舞台。这个呢，也就是我们今天要重点考核的内容，也是接下来的四个月要跟你们一起努力的目标。朝着这个目标前进，你们才会更加的接近你们面前的这九个位置。那就是出道位，看见没？就是他了。下面有请第一组训练生登场。哇，这么快啊！第一组直接开始吗？第一个真的压力好大，哇，好紧张啊！第一组。对呀、啊，太突然了吧。紧张啊。不要说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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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说我。谁啊？谁啊？是的，你们没有看错，两家公司都是第一组要表演的训练生。啊！好 PK 吗？因为他们选择了同一首歌曲，所以直接配对进行表演。一对一表演同一首歌曲，能够更直接地对我们的训练生进行观察和比较，高下立见。你们在两个月前选择的歌曲已经完成了两两自动匹配，不光是他们，接下来所有要出场的训练生都是一样的。什么？所有人啊！哇，好精彩啊！哇，疯了疯了，真的疯了，太狂野了！青春有你果然不简单。最终每位训练生将得到 A 到 F 的等级评价， A 代表最优， F 代表你还没有准备好。相信大家都已经有了精彩的表演为我们准备着，接下来的舞台交给你们，初舞台评级正式开始。好，准备，加油。这个其实就会有对比，因为当两组训练生在表演同一首歌曲的时候，差距有可能会非常的明显，有对比就会有动力。那这个赛季出来的时候会让你们也会有一些兴奋感？还好。接下来有请表演第一首歌的两组训练生登场。这好有感染力，好甜啊！衣服风格都完全不一样。对啊。I want to see they dance sexy again. It's gonna be so funny.好，请先自我介绍。老师们好，学长好，我是 Lionheart 蓝娱乐的训练生林伟熙，今年十八岁，大家可以叫我 Kelly。Kelly， 十八岁，小梨窝，好可爱，甜甜的甜。哎，他是昨天那个，我数了他撩头发十次。然后你今天依然是头发很蓬松。对。大家好，我是莱恩娱乐的训练生。哇，那个甩法有点帅。嗯，你再进一次离。Ella 姐就是想看你甩发。对，因为你甩发很漂亮，而且她很认真的。她好配合哦。好，来另外一边。另外一边。
老师们好，坤坤学长好，我们是来自 TOV 的训练生，我是陆克然，我是陈一文，我是林凡，请大家多多关照。哇，这个声音好低啊！哇 ，Kelly， 那你面对他们三个，你会觉得他们看起来很感觉很酷吗？会不会怕？有，会很怕，就是他们看起来就是很酷酷的样子，所以让我也很有紧张感，但是呢，他们只是看起来酷而已。哇！哦，那 TOV 你们三个呢？你们三个觉得他讲的对吗？只是看起来而已吗？对，其实就是看起来而已。TOV 加油！是疼。OK， 是你们，所以你们都是纸老虎这样子。不不，我还是很凶的。你怎么凶？怎么凶？其实刚刚 Lisa 老师在你们一上台之前，我们讨论了一下，她很想看你们两个跳那种很 sexy 的舞蹈。我准备的是就是比较 power 型的舞蹈。柯然 ，power 型的舞蹈也可以跳得很 sexy。那我们一会儿看得到吗？我看得到，不要怂，冲啊！看得到，不一样的 sexy。OK， 好，我们期待。请 TOV 的训练生留下，莱恩娱乐的训练生先做休息。蛮期待看他们配合，因为以前我们 SHE 里面担当比较中性的是我。请开始你的舞台。真的太棒了！
谢谢各位老师，看完有什么感受？以第一组来讲，你们有这样的表现其实还不错。对，谢谢老师。但是一个表演最主要歌还是要唱好，虽然是唱跳。我小小的建议，柯然，我希望你可以试一下，就是你刚开始是不是有三个在胸口的动作，你三下每一下都很用力。你可不可以试第一下很用力，第二下收一点，第三下再收一点，然后再唱歌，气息就会稳了。谢谢学长。小技巧学到了，更巧妙。但是你刚刚其实在队形上有一个小小的失误，就是你离 C 位的那位女生有点过近，可以看一下林凡她的位置，她的空隙会比你大很多。看得很细节。但是你真的很抢眼呢，你也太抢眼了吧。谢谢老师，谢谢学长。我觉得他有一点他自己的不一样的特色。我感觉 我俩啥特色都没有。能够感觉到你的表现力非常的强。刚刚 Lisa 老师有提到说他很期待看到你的那个 sexy 的舞蹈的部分，他有 sexy 吗？sexy 合作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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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三个人的就是气势会很强，整体比较有能量，一个人就会觉得很无力，开始紧张了，有点替他担心。加油加油加油。是的，我觉得 solo 的都很压力很大，是没有那种团队配合的效果。请开始你的舞台。真的太好看了，他的笑好有感染。 I baby 你就 amazing， I 可能这就是为你，他在照片里的方式无法形容。
老师们看完有什么想说的？其实他在跳舞前面的时候，看他抓麦是这样翻过来，然后到后面直接就这样反过来拿，这是我的一个小设计。有点意思，这样感觉有点嘻哈耶，你看有没有？呀呀，怎么样？呀，我忍不住想这么做，不好意思啊，学长。好，我先说说你唱，你觉得你唱的好吗？就是我喘气很严重，我觉得我比较少练习跟边跳边唱，所以这部分比较弱一点。对，的确，因为其实最好的方法是你让你的身体去习惯这件事情，边跳边唱。所有的女孩们都一样，真的，因为边跳边唱真的不是件容易的事情。แล้วก็เรื่องมีความรู้สึกเหมือนว่าเกรงไปทุกส่วนเลยเวลาเต้นเหมือนแบบเกรงทั้งปลายนิ้วมือบางทีแบบเหมือนเห็นตอนเต้นที่เต้นท่านี้แล้วแบบเกรงนิ้วไปตลอดนะคะจริงๆแล้วมันไม่จำเป็นต้องเกรงนิ้วขนาดนั้นก็ได้อาจจะแบบสะบัดปล่อยอย่างนี้ก็ได้เกรงไปทั้งตัวมากเกินไปค่ะจริงๆแล้วมันไม่จำเป็นจะต้องขนาดนั้นก็ได้ค่ะ放松放松放松，别紧张。你在表演的过程中会偶尔有那么几个瞬间让我看到你有一点小小的不自信，而且你一不自信的时候啊，你的眼神就一定往左边瞟或者往右边瞟，因为你其实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唱的不好，当你感受到的时候你就开始不自信了。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自己最不足的地方弥补上来。好的，加油。谢谢老师。好，各位老师都表达完了，那我们商量一下结果，稍后告诉你们。不知道这一次是什么标准，期待。第一组应该就是很难决定的，这肯定是这个。哦，所以你觉得他可以去那里？他可以激励他一下。觉得他们整体都还好，对不对？我其实看到了有潜力。Johnny Joe 老师他也是跟我一样。好，你们的结果已经出来了，明天再来给你们公布，明天再来给你们公布。开玩笑的。吓我一跳，吓死我。学长好会玩的。现在来公布两组训练生等级评价结果。获得 F 等级的莱恩娱乐，没有。 TOE。没有。获得低等级的莱恩娱乐，没有。 TOV 不敢看我，没有。获得 C 等级的莱恩娱乐，林伟希。谢谢老师。老师哇，继续加油，还是很棒的。TOV。林凡。陈艺文。没有了。哇，我觉得最好应该是 B， 应该不会那么容易给 A 的吧。获得 B 等级的 TOB 陆柯然。谢谢老师。 B 嘛，很厉害。加油加油加油。是然而耶。
上任的时候敢剪，比敢漂亮，哇哦！下次你就是我帮你，我下次我要帮你贴 A 哦，加油加油，继续加油，加油加油，辛苦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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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OK 吗？ Everything good？ Yes. OK， 这个是很顺啊。